今天讲会观，道果里面的会观。什么叫根本为三昧呀？就是坛城轮，我们每一次拍出来的波叶光里面就是一个坛城轮，那是无形的坛城轮，本尊的坛城轮在虚空。密教里面有所谓的坛城，坛城是按照规矩去设计的，用颜色，用沙曼陀罗颜色，用宫殿，用光明，用它的形状去做的。你知道所谓颜色就是深坛城，深坛城就是颜色。你念的咒语就是语的坛城，语的坛城，声音就是语坛城。你所发出来的光就是意念的坛城，意念的坛城。这其中又有你要做一个坛城，按照规矩做，就是会观的坛城轮。